After 1949, workers in Shanghai wanted to create a manufacturing base in New China. 我叫侯尚俊，来自宝钢股份硅钢事业部。钢铁工业是中国整个制造业的粮食，这是未来的这个高科技化的发展方向。产品不断升级，其实也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制造业的一个强大的进步而产生的。因为有下游的驱动，才带来我们对原材料的进一步升级。我们有这样一种追随者，变为这样一种引领者，也其实增强了我们一种民族自信。我非常骄傲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做一点点事情。侯昌俊's company's annual steel output exceeds 100 million tons, ranking first in the world. 但是我觉得这个前进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仍然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不断的在继续努力。因为我们整个硅钢部在推行一个智慧制造，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年产十万吨规模的一个高端取向硅钢的一个生产车间。像我们一些很多的生产环节都现在通过一些智能装备进行替代，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智能化的装备，把我们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去替代掉。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种蓝领工人变成白领工人，让他们的工作更加有钱有闲有趣，从而让他们体会到工作的乐趣。